我们信义区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山系叫做四兽山，四兽山分别是哪四个山系组成的？四兽山系，对，议员请。我今天好好的讲，但我想要让你知道说，每一位议员对你很严格的质询，是因为你是新任的台北市的市长，市民对你有很深很深的期待，希望你跟过往的市长不一样，比过往的市长更积极、更热情、更专注在我们的市政上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谢谢议员指教。我问你，台北市的里长总共有多少位？456位。我们信义区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山系叫做四兽山，四兽山分别是哪四个山系组成的？四兽山系，对，议员请。我这是我问你，不是你问我。四兽山，新义区这么有名的四兽山，你不知道在哪里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我那天去看我们信义东延段的时候，就经过台北盆地边陲的四兽山路，对，信义东延段就有一个啦。你知道信义东延段是在哪一个山附近吗？哪一个山？你说。象山啊，这你不是知道吗？象山。好，我已经跟你讲了一个，另外三座山呢？豹山、狮山。还有呢？象山、虎山、豹山、狮山啊。是，对，好，总共四座。好，再来，我问你。近期才举办的这个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的这个槌球场的比赛场地，请问是在哪里？小超太大声了，我都听到了。我请问的是市长，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槌球比赛场地在哪里？大关。大关，大关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哪里是大关。时间暂停。河滨的大关。时间暂停，可以现在请局长协助。市长，局长，大关河滨公园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是体育局局长，你跟我讲大关河滨公园，你河滨公园叫大关的吗？关山槌球场。是关山河滨公园的关山槌球场。市长不知道就已经够离谱了，你局长怎么可以不知道呢？这是在台北市最好的一个关山的河滨公园，是最好的一个槌球场，你怎么可以不知道？那我刚刚问了这个三个市政的问题，可见都是不够及格的啦。所以市长，请你在市政上要再多用心一点，可以吗？谢谢议员指教。